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 found that one-stop beauty is a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Senzo was established in year 2009. Nowadays, we are changing to digitalization of technology beauty culture. 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a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 We believe that as we integrate into the team, we work smart to maximize personal value. We achieve our excellence through teamwork. 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酷看 ，Get better。Get either.性声带，寻找一把爱的声音。12月28日，巴生福建会馆隆重引爆，四大重量级评审阵容隆重登场。流行音乐教育家黄俊维，马来西亚实力百次冠军歌后谭威文，悦耳动听好声音 Seven 刘嘉义，声势强大无人能敌 Wendy 胡桂仪，实力派表演嘉宾吴一磊，来自全马16位实力参赛选手，一同用声音的力量为 Cheria 孤儿残障中心募捐，让他们度过难关。当天免费入场，开放给大家投票决定性声带的诞生，我们不见不散。让爱传承，幸福下一代。各位 Women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又来到 Live Show with Annie 这一个时段，说出你的使命，感动自己，影响全世界。今天我们的嘉宾由马来西亚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Jessica Lu 来到我们的现场。各位，我们一起欢迎 Jessica Lu。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是 Jessica Lu。Yeah, 感谢 Jessica Lu 今天赏脸上我们的这一个节目。谢谢谢谢。那今天的今天的节目是以直播的方式进行的，是那代表着我们可以跟现在看着我们这个直播的观众互动。Hello， 大家好。Hello， 好，好，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在这个 comment 上面，那我们可以一起去交流吧。对对，那也记得把这一个直播的连接分享出去，给更加多的朋友一起进来欣赏。是的，平时你们在台上看到这个灯舞台的灯光照射下星光闪闪的他，那今天他将跟我们分享他的成功经历，都是会以最真诚的心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所以马上分享出去。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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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入我们第一个话题。好，那 Jessica Lu， 基本上我们在任何一个大型活动都会看到他的演出，那他也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也不断的跟很多艺人可以合作。那他是一位被音乐改变生命的一个人，可以这么说。对对，我自己也是觉得音乐让我改变了很多的事情。就是如果我没有接触到音乐的话，其实我不敢去想象到底现在我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在以前我是一个很内向很害羞交际很差的，然后有东西都不敢去发问，自己很想但是又很怕到底我发了问会怎样，会自己很多制造很多问题给自己，所以每次什么事情我都是会站在后面，这样就很不敢去跨越去前面，就很内向的一个人。是，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会很幽默的，但是因为我以前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就是因为人很直，就是有时讲话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人家，所以会有很多跟朋友有很多的冲突，所以就是一直这样子冲突到最后的时候变成我很怕跟人家讲话，我怕等一下我又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又在跟人家冲突这样子，所以我宁愿每次出去的时候我都很安静，所以安静过后就变成一个习惯，就出去的时候就变成阿哥就不讲话了，就听就好了，结果就变成小静开玩笑，就很内向啊，很孤僻啊，这样子大家跟我讲话 我的反应就是笑，那我的头脑就不懂这样子去转跟他去聊得更多，这样子。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你是属于音乐的？我在应该是我学琴的十多年过后，其实是近这几年开始我才觉得说其实我心里面都有那种艺术的细胞，因为以前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很讨厌音乐的，对，然后学校考试我都是偷看的，就是我的隔壁的朋友什么答案啊 A 啊，他就会敲着一下 B 啊，就敲两下，就这样子去回答问题，然后有学笛子嘛，然后那些 fingering 我都是画在书那边，因为老师很凶，就是怕被骂才去写，全部都是很被动的，然后就又不爱读书嘛，什么都不会的，然后去其实刚刚开始学小提琴，我也不懂什么是小提琴，就是不懂是的，现在音符学目我都不知道，就是死练，然后练了就是十年过后，那么才慢慢的在拉琴的时候才有那个感觉在里面，就是会感觉到我现在拉琴的感觉跟以前拉琴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以前可能是在环境下觉得自己是被逼要练琴这样子，以前练琴去考琴考试都是因为要去赚钱嘛，因为我们我跟我的丈夫下来这边聚隆坡要找次嘛，一定要赚次，然后我的老师就说你去考一个文凭吧，考了你就可以赚钱了啊，所以那时的心态就说考试有文凭就是可以找到次，就是拼命练啊，整就是几个月里面就是拼命练三个小时，就是拼命练，心里的那个念头就说我要得到那个文凭，我要去赚钱，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根本没有去 appreciate 到底 music 是什么。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idea 啦，所以现在我都不鼓励我的学生跳得太快的，当然你不需要说真的是 step by step 1 2 3 4 5 6 7你可以跳跃慢慢的跳跃，但是不要像我这样子就是从零就是直接跳到第八，真是太离谱了，因为你有那个框框，你有那种文凭，你很漂亮挂在墙上，但是你里面是空的，但是其实内心是就是很空的，就是风一来一吹，你就是摇就摇死了死了就这样办这样子，所以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所以幸好那时因为我这个人就可能是比较想要进步，然后考到那个第八级文凭过后，我就一直的去学习啦，去进修啊，还有去继续找老师啊，去问朋友啊，去参加乐团啊，就让自己不断的去进步啦，因为那时我还是有已经开始教书了嘛，然后当然我也不希望误什么，就是误人子弟啊，你看误人子弟，所以自己要去进修啊，就让自己希望教下去的那种知识是对的，是这样子。那么现在呢你已经往这个音乐的路上走了，你就已经什么时候会让你有所感动，让你觉得你是属于音乐和爱上音乐，而且你觉得音乐才是你的升华？
当我看到我的生活慢慢的改变过后，就是我的这是最基本啦，就是我们讲说外表最好了、就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还是出来社会，就是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就是出去一条 T 恤、jeans、拖鞋，哦，走，行，就是哪里都会去，就是没有去 care 这些东西、但是也不是说因为人是看外表，你去到那里虽然你不说要去 show off outstanding 你自己，而是这个是一个尊重、你对自己只是一个尊重、所以才上了踏上了舞台后才慢慢学习，哎，其实我的外表应该要再进步一点点、那么可能机会也比较多，而且你对自己的外表也会比较有自信嘛、所以开始就学习去打扮啊，开始学习去买衣服啊，然后去、找一个适当、一个适当的头发啊，染色啊，开始在慢慢的去改变自己了、对，这样子。那你在学校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一个演奏乐队的其中一员，是是，其实那时我是为了要跟我的好朋友进去、因为我都跟着我很讨厌音乐的嘛，这走进乐团我就 oh my god、然后其实那时我的好朋友他是乐团里面的一个队员，我就因为很想跟他在一起，我说啊 OK 了 OK 了，我就跟你去，我就去报名、然后就刚好那时、教练也就刚好安排我跟我的好朋友同一个团体，就是同一个组，因为我的好朋友是、也是打鼓的这样子、然后就那时开始就觉得哎，鼓也是很好玩哦，而就真的是很变得很疯狂。我连上厕所，我都会拿着鼓棒，就在里面，就是下面在做工的时候呢，手就是一直在运动，就是一直在练习，在练习。然后也考虑去考试啊那些，就是会想得很深的那种，就会比人家更加疯狂。所以我觉得说，我当我喜欢上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很疯狂的一直去朝上去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请给我们的嘉宾你的鼓励和你的支持，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可以在下面发一朵花，玫瑰花，你们都知道我最喜欢玫瑰花， OK， 就发一朵玫瑰花在下面，让我们知道你在支持着。因为等一下如果支持够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播放 Jessica Lu 小提琴演奏的一些片段让你欣赏。太好太好了，好的，好。那么其实在学校的时候你已经跟音乐离不开关系了，只是可能我们还没有领悟到当中那个音乐的你的使命。是因为那时参加乐团，因为是一群的朋友嘛，然后他的，因为那时我又不爱读书嘛，所以去乐团是属于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天都练习啊，跟朋友在一起啊，然后就是练习过我们就一起去外面去吃饭啊，去讲话聊天啊，就是那一群的朋友，所以那时喜欢是因为有这样的原因，因为呀，可能家里也是蛮严格的，他们不是看着 life 吗？家人有在吗？OK， 就是因为家人就是比较严格，然后那时就可能就是说，哎呀，在家就一直被挨骂这样子啊，我就宁愿就是出来外面跟朋友掺在一起，会就是比较开心啊、那种。那可不可以说你在在青少年时期是属于比较叛逆的小孩？没有啊，我觉得我很乖、我是很乖啊，没有啊，我都没有去哪里去、去玩啊，就是乐队啊，乐队就是排在第一位。那么可能觉得最不乖的地方就是我很早就认识了我的现任的丈夫。对，就是那时可能大家都觉得很烦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学校也很轰动啊，就家里也是很哇，一直在吵着这件事情那种。太早谈恋爱了。对，因为我的丈夫是那时我们都是同一个团体的，就是也是刚好一个同样的乐队，同样的他也是打鼓，我也是打鼓，所以相处的时间就比较多。那么那时以前小就不懂嘛，就是哎哇这个男生就哎好啊，好看啊，就有联络啊，就开始慢慢有更深一步，然后我们就常常出去去玩，就是一他群我们就去玩，所以当时小孩子当然是不会啦。对，打鼓打出一段感情过后，到现在的成为现在的先生。对对对，其实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还特地拍了一个 video， 就是我们会回去学校，就是重演当时我们是这样子认识的啊，就是这样子，就是在我们婚礼里面播放出来。哇，对对对，有这个片段，不知道还有得找到啊？没有了，没有了，给我消灭掉了，毁灭了。好，那现在为你送上一段Jessica Lu 的演奏片段，请看。
大家刚刚欣赏过的是 Jessica Lu 人生中的第一支 MV 吗？ OK， 有没有看过？曾经看过。那 Jessica Lu 本身除了是一位小提琴大师之外呢，她也是马来西亚第一位滑伞的小提琴大师，就是你知道那个 parachute 跳伞，跳伞你看过，可能你也玩过跳伞，但是一边跳伞一边玩小提琴，你有没有尝试过？那我们就让 Jessica Lu 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她的经历。其实跳伞是我最初的目的，就是在飞机上那么这样跳下来，然后过后有去询问了一些专家，那么他们就说如果要在飞机跳下来的话，它的危险性会很高，因为飞机的速度是很快，但我一跳下去呢，我会被吸去后面，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危险，因为它速度是很快，我必须要抓稳我的小提琴的那个 bow， 我必须抓紧我的小提琴，所以如果万一什么事情我松掉我的弓的话呢，我们就是上天堂了的。然后过后就觉得说，哎，他这个伞之手，不如我们就用直升机吧。我说，哎，好啊，不错啊，不错啊。那我就说，觉得是这个梦想已经开始要去实现了。我就开始去问人，然后就问到了，到最后就 find out， 其实坐直升机虽然是可以，但是它的经费是真的是很高。因为你单单租一个直升机，单单5分钟、10分钟，你的花费就已经要10多千了。所以我觉得是，哎呀，又在不可能啊。然后我的那个朋友就直接说了，就是不如说你可以去 paragliding， 就是滑伞，就在山上跳下来，那么它经费也不会很高，然后我说，哎，好啊，就是没有得跳，起码有得跳那种也好啦，哎，你就 try 一下咯，那我就去了，然后去那边感觉，哎，其实不像我们想象中，哇，很高啊，很怕那种，其实它才1400多公尺啦。好高啦，1400多公尺。哎，可能之前我去 survey 的时候都是6000公尺、10000公尺，就是在空中下来的嘛。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要去 KLCC 或者是 KL Tower 这样跳下来算了？啊，很高哦。其实我是之前想要跳的时候，我是要在国庆节的时候是跳的，就是国庆节那个 Datara Merdeka 跳下来，然后就是直播，然后我的脚就会绑着国旗，然后就在那边拉国旗啊国歌这样跳下来，就是一面庆祝国庆节，然后就发现其实就是不可以乱乱做这样东西，因为这是有关于到国家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就给我 suggestion 说，就不要乱乱来啦，你这样，然后最好是选择比较安全性比较高的，就是跳伞，然后一跳下去了之后，那感觉就还好啊，就是没有说哎很紧张到这样子，但是是很好的一个体验的，但因为其实我是有畏高症的，对，有畏高，对，然后还要跳伞，对，跳伞还要拉小提琴，这是很奇怪，是翅膀，你不会怕吗？那翅膀带得空啊。是在找东西来做，一直想要突破自己啊，搞一些戳头来给自己一下，就想到这个，哎，反正我都怕高嘛，不如我就去挑战一下来看我自己能不能应付到这一点，然后就跳下去，那么说，哎，还好哦，就不会像我想象中，因为我在跳的前面我就想了。如果跳到一半跌下来要怎么办呢？我就开始想那些后果啊，那些就想，然后那时跳下去的时候我还做 live， 我在山上，那时我去跳的时候我的丈夫我的家人全部人都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跟我的朋友两个上去罢了，然后就是要跳之前我就会 live， 我就在那边 live 一下，就像在讲遗嘱这样子，你的左手拿着小提琴，是右手拿着弓，对，我的弓是绑着的，哦，因为不是绑着，然后你有第三只手拿出来拿电话直播。哦，没有，就是我还没有跳之前，okay， 还没有跳之前就先直播先。啊，先直播，就是，啊，就是先交代一下，哦，跳下去啦，啊，如果再多几分钟你们没有看到我 online 的话呢，哦，你们就可以去报警了。那个片段还在吗？live 啊，应该是有在 Facebook 的 Facebook 有看到吧？有在 Facebook 的，对，好，网友们你们可以去找人肉搜索，但是已经很久了，都已经是四月，应该是六月的事情，哇哦，勇敢挑战，用生命用音乐影响生命，果然可以影响到这样子的一个层次，跳伞拉小提琴，就是让自己。就是要想说，到底小提琴除了在台上，在地上，还可以在哪里呢？那有没有人在水底拉小提琴啊？其实我有 planning 过的，但是就是有想到很多的东西，还是在 planning 着啦。那因为我的第二支 MV 我是在海那边弹嘛，然后就是我没有下去，我是坐在海上面，就是那个困难度都已经很高，因为它的浪声是很大，我根本没有那个机会去坐下来一秒。
一直下这风就是海就冲上来，所以那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海我已经做过了，那么我就在想到底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我想哎，这是陆海天吧，还有一边滑浪一边拉小提琴，这个很难的，我不会滑浪的，这个要会滑浪才能够做。哎，跳 paragliding 是我不需要会的，嗯，因为我后面有个教练，他就会帮我跳，帮我就是帮我捉住我，我只是需要坐在那边，嗯，那我就可以去做我自己要做的东西。哦，嗯、就后面还有一个教练，还有一个教练，那你就可以是。把那个生命交给他，对对，然后就欣赏音乐，他也很有经验呐、啊，就是他、嗯、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嗯，因为他会教我这样子，这样子啊，嗯，哇，这个是很大胆尝试的一个女生，因为那时我都、嗯、现在都已经三十多岁，近四十了嘛，因为之前的二十多年前，一路来都没有方向，都不懂要做什么，就是这样子，每一天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然后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我会想说。哎，不如趁我现在还有能力的时候，就多做一点事情、嗯。我以前可能没有做，现在快点去做，让我以后的时候真的是老的时候，我可以回忆起 ，at least 我可以跟我的孙子啊，还是我的孩子说，哎，你看你的公、你的婆婆、你的妈咪、嗯、啊，曾经这样子，嗯、是 at least 给他们一个榜样啊。是是、啊，到年老的时候。想当年也是有故事可讲，是是，不然倒是、啊、婆婆你有什么故事吗？拉琴啊，找琴啊，想睡觉了，就是没有人生，就你个人生就是没有故事的，嗯，就是白白的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趟，对，就是以后人走了 ，at least 有留一个名字在那边吧。哇，果然是深谋远虑，他已经想得很远了。对对对，嗯，那么。我可以说这个拉滑伞拉小提琴在国外不懂有没有看过，但是起码我们知道杰西卡路是全马来西亚第一人，也可能是亚洲第一人，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人。太勇敢了，希望就是这个影片并不是说要去说说我自己有多勇敢，自己有多怎样子、嗯、就是其实要带出的 message 就是说，因为我明年是想要拍一个微电影、嗯、然后它的 title 就是说生命呢因音乐而在起飞、嗯、所以这一个片段其实我是想要放在我的微电影的最后一个 part 的，就是要带出的 message 就是说，就是音乐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呢再次改变，让你呢飞上天空这样子、嗯、对。那有了音乐，你的生命有经历过任何一个你觉得特别精彩的事情吗？精彩就有很多啦，精彩就是 transformation 啊，然后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我在台上演出而就是看到了你，对，看到的我、嗯、然后他们就是说，哎，你是这样啊，我好崇拜你啊，我很希望我可以像你这样子啊，然后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说我可以 inspire 更多的年轻人、嗯、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去马六甲的那个感化院那边去教那边青少年，然后为什么我会选择要去那边而不要去选择去孤儿院呢？因为我觉得那个感化院里面的青少年很多人都会去孤儿院，都没有人想到他们。对对，他们可能是被忽略的一群。对，然后而且我是想说，因为我本身是22岁才开始接触音乐，22岁才开始转变。那么感化院里面的青少年都是14岁到21岁之间，所以他们年龄跟我的年龄其实是相似的。嗯，而且我以前就是没有梦想啊，没有目标啊，就是这样子白白浪费掉。所以我就希望借用我的故事而去 inspire 他们。那么很开心，就是我去了那边几次过后呢，就是我第一天去那边分享的时候，我的故事真的是让给他们带了很大的希望。嗯，就他们听到我的分享过后，他们整个人就是很 bright， 就是很带着觉得说，哎，他也是有可以变成像我这样子的。也可能他在他们看来就人生充满了希望。对，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说音乐一定是从5岁开始啊，3岁开始啊、嗯、从小开始你才有这样的这样子的成就，可是其实没有，你在22岁只要你努力坚持、嗯、你的梦想你一定会有，所以就无形中给他们呢、嗯、带来那种希望，所以每一个星期我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开心，而且我选择的那些歌曲都是他们很喜欢，然后我教导的方式都很 direct， 不会说很 classical 那种，所以他们很容易明白，他们很快就会掌握、嗯一首歌，现在其实他们都可以拉7-8首歌了、嗯、是 totally zero 没有 knowledge 的，然后在上个月他们也做了他们的第一次的这个表演，就是在马六甲、嗯、就是在感化院里边在Banjara Malaysia 那边、嗯、就是他们的 arts festival something 这样东西、嗯、都是邀请了这个马六甲的这个市长是什么，就是来那边去看他们第一生平第一次的那种表演、嗯、然后看到他们的那种
在台上那种成就感，就是你金钱都买不到的。嗯，对，这个就是我要继续做，因为就是我要做的东西。因为老师，我的老师以前就是这样子栽培我出来的嘛。我跟他学习的时候，我学完三个月，他就叫我去上台表演了。因为他那时就是要栽培我嘛，就是让我在台上，让我去感受一下 explore 一下那感觉。就是因为那一次上台的经验，让我已经决定说，哎，我就是要这样子下去，这个东西是我很想要的东西。嗯，所以我现在已经是继续我的老师的那个路途，然后我就希望我可以继续的去教导这个感化院里面的青少年，嗯，希望他们21岁就是出来过后，他们可以拥有这一个技能，继续他们的生活，嗯，这样子。因为他们有时因为没有目标，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就觉得说他们人生就是这样子黑暗了。嗯，但是现在我给他们一个希望，所以出来的时候他们 at least 可以再接下去，那么他们可以再进修， at least 人生一个梦想了。对，嗯，这是一个被音乐翻转生命的见证。对，就是以前没有接触音乐的时候，根本都不懂得其实人是可以这样子的。嗯，以前做东西就想想自己咯，这什么，赚钱，为了什么，就为了自己咯。但是现在你是音乐除了对你可以去让自己更加学习更好，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去影响别人的哦。嗯，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很不可思议。对对，嗯，就是你之前根本都没有想过音乐的能力是这么大。大家都知道音乐是很重要的，嗯，人生是不可以缺少。对，但是他们没有想说，其实音乐怎样子去让人家不要去缺少这个 part， 听音乐而已嘛，不是。嗯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音乐的经验来去影响他人。嗯嗯，对对，嗯，那用音乐。果然是我们人生中不能缺少的一，对，我们的生活，想象看，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是很闷的。不只是很闷，就是我们的心灵上的那个感觉也会很，嗯，你不懂去疏解。嗯，当你心情比较不开心的时候，嗯，你一定要听音乐，因为你要把你心里面那个情绪，把它带入你的音乐里面，把它发泄出来。嗯，然后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在音乐啊，嗯，因为你在。很兴奋嘛，你一定要把心里面东西把它 explore 出来。对对 对, 对，你不可能每次都讲啊，我很开心，我很开心，啊，感觉不到，是就要用音乐来表达。对啊，然后你伤心，你没有在，我很伤心哎，我很伤心哎，这不可能嘛。所以在我们可能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听音乐啊，让自己的心情舒缓啊，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莫扎他们以前就是会用这种莫扎的音乐来治疗人家，治疗。对啊，音乐是一种治疗的功能，对，病人啊，嗯，精神病的病人啊，有那种内向啊，因为老鼠他们都拿来做经验，嗯，就是用魔家的音乐 来做经验。嗯，所以音乐的那个东西是多么的伟大，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只是很单纯想说音乐，所以音乐是什么，考文凭了就是赚钱咯。那曾经你也是这样子想，对，这是不对的。对，但是我要站出来跟大家讲是不可以的，这个是白白浪费了音乐真正的那个价值。对，嗯嗯，是是是，音乐是。那伤心的时候你可以听慢歌，开心的时候请听快歌。对啊，是不是这样子？对，啊，对对对。然后而且我们接下去就是我自己接下来也是一个 planning 了，因为圣诞节都要到了嘛，新年都要到了，嗯，那么我也是希望就是用我的这个小提琴的这个 talent 呢，就是想要去孤儿院啊，去老人院啊，医院啊，去到处去啊，就是做一个慈善的演奏给他们听。嗯，就是让他们知道哎，我们有人关心他，就是用音乐来去关心他们。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可能很少有接触这种音乐，因为就是它自然而然会带来那种快乐的感觉给他们嘛。所以当我在拉琴的时候，或者是人家唱歌的时候，就会带一些欢乐的那个心情来给他们，所以会让他们有一个很快的一天。这个也是一个很价值很高的一个事情了。是，对，就是我觉得我做了音乐之后，我每做一件事情，我都就是我不会说都会用要赚钱的那个想法来放在第一位了。嗯，我都是一直希望说自己用音乐来去 inspire 更多人， inspire 更多人，让更多人就是因为音乐而去转变他的人生。是，而且我会一直带出这个 message， 就是说不要以为说音乐只是5岁小孩子你才有资格学，没有，就是你没有任何一个年龄的，只要你心里面很想要学， even 你50岁60岁70、80岁都可以的。音乐没有年龄限制，也音乐没有国界，也没有
没有这个性别的这个分别，也没有性别之分。因为我有很多的家长都有问，哎，我的女儿要学鼓可以吗？女孩子可以学鼓吗 ？Why not？ 对呀、啊，但是我就是打鼓出身的啊。Why not？ 对呀、啊，我也没有说特别粗鲁啊。对啊，就是他打鼓，就是因为可以训练你的四肢，头脑就是比较敏感，对，就是记得拍子的那个节奏就是比较敏捷。嗯，因为每个乐器都会带给你不同的那个 output 的这样子，所以完全是没有性别的。那么你们现在看到的 Jessica Lu 的造型跟她以前二十多岁的造型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还好了、这个、这个还没有进化，这个是进化，这个是 first step 了、first step 了、我们再看上一张是上一张吧，上一张没有吗？这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啊，来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张，上一张刚刚 有放出来，就是那个二十多岁的时候她是很斯文的，对，长头发、是因为那时、他们、长头发哇是很淑女啊、这样子嘛，就长头发，但是我并没有想到这一步，说你长头发你是需要打理的、你是需要去照顾你的头发，你的、你的那些妆之外，头发这边你要装衣服你都 是 include 在里面的、那时都没有啊，那只是觉得说长头发都是美啊，那时候是很朴素的，对，那时候就是像现在这样子，对、这个、就是就是我就不懂怎样去形容我自己了，但是我觉得我很勇敢啊，就是这样子我都敢出来、其实不会啊，我觉得蛮有书香味的，嗯嗯，是啊，所以每次表演过后就没有 second round 了，哦是吗？因为你的造型啊，造型方面你就不能够 attract 人家了，因为你是站在 front line、人家第一眼就是看到你先啊，这一个就是我认识 Jessica Lu 的时候，这个我会突然想要剪，已经开始进化了，对，我想要剪短头发的时候是因为有一天我去一个、眼镜店，那我就 try 眼镜，try 了，那时候我还长头发， try 我说哎呦我这个头发真的是很别搭很了，因为都是撇在两边撇下来，整个人看得很邋遢，我就不能搭了，所以我那时我在试头发试眼镜，我马上放了，我马上走去理发店，我说马上我 I want to cut， 就是直接剪短了，哇好勇敢。那现在剪短的你有一点特别，这边是没有的，是那时其实那时我是还有的，那边还有、然后过后有一天我就一直上网去看短头发还有什么类型造型，我就像是看到一个女孩子就是像我这样子的，我就问、这是这一个了，我要就是这一个，那我就去找我的理发师，我说我要剪这一个，他就问我、你真的吗要剪，真的啊，我说真的我要 try 啊，但是一开始剪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不能接受啦，我就戴帽子因为真的是会很奇怪，一边半边就不见掉了，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接受，对，调整自己的心情，我也接受不到，你想象一下我如果这边是剪短的我也接受不到但是就是很感谢我的理发师了，就是他就会慢慢帮我扎，是吗？帮我扎，就是他会一直撒娇说，哎，你可能就是不要整边剃到完，因为那时候我整边是剃到完的、然后就是没有造型嘛，所以就是很奇怪，是真的是一半头发，一半有一半没有。然后我过后接近我的这个理发师，他就会一直喜欢撒娇，哎，不如这边留长一点啊，不如这样子啊。然后过后开始我就说，不如帮我tattoo一下我的头发，所以让我头发现在更有层次感。然后再加上他现在教我，哎，你在台上你可以 set 你的头发啊，你不用说每天都是这样子。直下来就没有那种新鲜感、所以这一直教我一直教我一直教我，所以我开始在慢慢一直不一样的那个造型出来了。对，那现在他合作过的艺人有第二届全民偶像冠军的李吉汉，同台演出的，对，是非常非常的荣幸。但是其实我认识李吉汉很久了，其实我们都是槟城人、那么以前我在槟城的时候跟我的老师，就是跟我老师做工，那么那时他跟我的老师都是很好的朋友，那时都已经是认识了的、然后过后他就成为了这个第二届的、全民偶像，那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真的是世界杯的，也是非常 talent 的一个歌手来的、对，他的吉他弹得很好啊，马来文又讲得很好啊，所以对，超棒的，对，过后就有就是上天对我的 blessing 真的是很好，对我的祝福真的很好了，就是他会陆陆续续的安排很多、比我的名气更高的艺人来跟我合作、就是无中让我就是帮助了我了很多，那么这一个就是马来西亚武术金牌得主 Vincent Wong、对，那么这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在最后一个 pose， 那么他是拿着剑嘛，
那我想说，我拿着小提琴，我们要这样子排那个 pose， 我们才会拎到呢。我想了很久，我说啊，不如我是跟你吧，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拿这个华山论剑的感觉。所以华山论剑，对对。然后一边是拿小提琴，是这样，我们就会 match 啊，就是一个 team 的感觉。那除了他之外，我还有跟Jimmy Choo， 就是Astro 的那个搞笑之王，还有演员 Jimmy Choo 跟他合作，就是我们在今年的那个在怡保一个慈善活动，就跟他演一起合作，他也是很搞笑的，是我们当天的演出就是他搞笑，那我就配合他，所以感觉我们那时是没有彩排，就是当时你看我这样做，我这样做就 OK 了，我们就看这样子了，但是出来效果真是很好了。对呀，这是他 Jimmy Choo，Jimmy Choo， 对，朱建美，是的，其实还有挺多的艺人跟你合作过的，对，还有是中国马丽。对，那些其实如果不是朋友那种支持啦，其实凭我自己个人的力量，我真的是没有这个资格啦去跟他们合作的。所以我真的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感谢我身边所有每一个朋友，不能够讲出名字，因为太多了。每一个朋友，你认识我的，我都要很衷心的感谢你们，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在这一两年里面，你们一直的扶持我，一直的支持我了，我永远都会记在我的心里面啦。对。哇，是的，这一路上其实是蛮多人给过我们支持，所以我们要感谢大家，对，也感谢大家一直的关注 Women TV， 让我们可以我们的节目可以做到现在。对对对，就是谢谢 Annie 还有Patsy， 他们也是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坐在这一边，因为如果不是你们，我们也是没有这个机会来上到这个这么权威性的，这个全世界都认识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平台。谢谢你，陈李贵言，谢谢你。希望有一天 Women TV 也可以去到全世界。一定的，一定的。好，那现在我们说谈一谈你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如果是讲我个人的话呢，因为我在上几个星期我才去越南回来嘛，那么去越南回来了过后，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很想要出一张福音专辑，那么其实我想出自己的专辑已经蛮久了，但是因为以前是想出流行专辑，然后就是一路想着很多问题啊，因为你不可以抄别人的歌曲，那么我现在都是做 cover 嘛，所以你要我去创作，我就OK， 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你做这还要资金很多的资金，很大资金，你要 arrangement， 你要那些 mix 那些 recording， 这全部都是钱。过后想着，就算了，就是没有这个忘了。过后慢慢就淡忘了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上个月去了越南回来过后，就想说，音乐有这么大的能力周末我就是不要说做一张福音专辑，就是让我的音乐可以去治疗更多的朋友，去让人家有这个心灵的那个扶持，那个满足，所以我就开始去 search。那么其实我发现，马来西亚其实真的是没有，还没有人有做过这个乐器的福音专辑，所以我想说，不如好不好我去尝试看，所以这个就是我接下来的那个计划了，然后还有就是明年我就想要拍一个微电影，就是刚才跟你讲说我去那个马六甲的那个感化院嘛，那么我接下来去想要拍一个微电影，是关于这个感化院的，然后目的是要筹钱，第一个然后筹给他们，因为他们其实连音乐室都没有，他们的音乐室是跟 band sharing 的，因为他们里面其实有很多活动，那么小提琴是刚刚才成立的嘛，所以他们里面其实是没有课室，他们都 sharing 的，所以每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band 的 member 他们都会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会有 disturbing 这样子，所以我希望说可以借用这个微电影来拍他们的故事，我已经选了就是几个的学生，就是拍真人真事的故事，然后他们如何因为学了小提琴而让他们改变他们的人生，来拍成一个微电影，然后呢希望可以筹款给他们，这个就是我接下去明年的这个计划，明年的计划，这些全部的计划全部都是CSR， 都是用公益活动，对，公益活动也都是希望用音乐来真的是 inspire 更多人的，是。那么如果 Women TV 的观众们你们有感动的话，你们也可以联系 Jessica Lu 一起支持这一个公益活动，是这是蛮有意义的事情，除了音乐可以影响生命之外，现在视觉化的时代用影片的渲染力也是非常正面的，
对对、嗯、就是要适当的去用。对，要呼吁就是我们的社会人士哈，就是不要忘记掉这一块，不要忽略这一群人，不要忘记，因为这一个人就是他们，因为曾经就是误入歧途，被边缘化的青年，然后如果他们在里面出来了，我们还是一样没有去关心他们、嗯、他们要去走回那个路是非常容易的，是，所以我们是要给他们希望，让他们知道，哎，其实你这样子是不能，你还有一个更好的前途在等着你，是是，你要改变你自己，就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前途，他们就不会说会误入歧途了，也让他们知道其实人生的舞台是可以很大的，大到他无法想象。对，就是让他们、嗯、也不一定说要发光发亮， at least 让他们觉得说，哎，人生是有意义的。对、啊、对，这件事情非常认同。对对对、嗯、是。那我们来看一下 Jessica Lu 获得的奖项，世界杰出音乐演奏大师奖，是是，所获获的奖项还蛮多的。对对对，是，这个非常感谢，这个是Dato Sri陈法登博士，就是给我这个机会。这个是我在去年嘛，对对，去年是他第一个，因为他是觉得说，哎，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上比较少有这种女性，嗯，像我这种就是。很疯狂在台上是滚来滚去、嗯、滚来滚去那种演示方、嗯、演奏方式，所以是说，哎，不如啊，就是他可以建立我，就是 nominate 我去中国拿这个奖、嗯、奖项啦。对，就是非常的感谢他啦。嗯，非常棒。是，嗯，然后陆陆续续都有几个奖项啊，都是金星奖，都是朋友朋友的支持，就是他们的提名啊、嗯、所以让我才有这个机会啦。嗯，那么其实在有这么多的奖项，除了让自己很感觉到很光荣之外，当然还有感激咯。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最我最开心获得的那个就是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嗯，虽然去年我是得了这个 final 而已，30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而且据我所知里面的评判是非常的严格的。嗯，对，然后我得到可以得到入围，我就觉得是对我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肯定啊。嗯，恭喜你，恭喜你。对对对，那我们也希望以后你的音乐可以去到更远的国度。是是，嗯，最重要那个十大杰出青年，因为他是40岁，就是这一个了、嗯、就是40岁以下。40岁以下吗？对，就是证明说我还青年啊。强调一下，40岁以下才可以拿这个奖的，可想而知还年轻，还年轻、嗯、还年轻，虽然现在已经很靠近四了、嗯、要加油，要加油。是 是, 是，嗯，非常棒非常棒、嗯、果然今天我们所有上我们节目的嘉宾的身份地位与这些荣耀都是非常多的、嗯、啊，就是还是要感激啦，讲到最后都是要感激，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靠我一个人能力真的是无法的，真的是无法达到的。所以我现在我的工作就是除了去 inspire 更多人之外，就是外面的人之外，那么我自己本身学院的学生呢，我也是一定是尽量的去提拔、嗯嗯、所以那时候如果我的学生他们也是希望走上我这样子的路途的话，我当然一定会扶持他们、啊、就是给他们机会啊、嗯、一些演出的机会啊，让他们一起参与啊、嗯、所以就是像我老师如何提拔我、嗯、去提拔他们一样，就是这样子做传承、欸这个、对，因为这个是身为老师的一个责任。对、啊、你不应该就是把这个知识就是带入棺材，你应该把它一起传承下去。传承下去。 对, 对，那 Jessica Lu 除了有个人演奏个人演出之外，其实他还有一家自己的小提琴学院啊，其实是啊音乐学院，音乐学院、啊、对，里面我们是有吉他鼓、嗯、钢琴跟小提琴啦，就是最 standard 的那种乐器教导啦、嗯、对，但是我们是就是比较专业在小提琴方面哦。对，嗯，那如果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小朋友想要学音乐的话，你们也可以联系 Jessica Lu 他的学院。是啊，是啊，没问题啊，就 Facebook 吧，欢迎更加多人，就是 private message 都可以啊。是是，那么值得讲一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学院就是带出的那个理念就是会比较不一样、嗯、因为毕竟我走的路线都是比较流行派的嘛。流行，对，当然我也没有说我们就是完全不拉古典音乐，不是，我们都是比较 balance 啦。嗯，因为我觉得现在学生你不是只是一定要学古典音乐，其实现在流行音乐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而且现在的学生
十个里面可能七八个都是会比较喜欢流行嘛。嗯、如果你硬硬的塞，对，固定音乐下去、哦、很快要三个月，他跟你讲拜拜了。对对对对对。对，是我们要配合 trend 之外，是我们还要让因为学了流行歌曲，然后让他们一直提起那个兴趣去学习了。是。所以以前那种教法，可能我们是需要换一换，换一换。对对，肯定。那么有很多 feedback、嗯、家长的 feedback 就是说我们的小提琴的学生其实哇很多学生都是从小跟到我们到现在大了的，是就是我们教他的方他的方式是会比较不一样。我会 treat 我们的学生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们都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嗯、就是学完请我们的哎，我们去喝茶你们这样子，是就像我的老师如何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会很很 support 我们老师，就是因为他跟我们的关系就很好，他不会一直摆着我是老师嘞，这样子、嗯、所以我跟我的学生他们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们在学习里面就不会那种很 stress 的感觉、嗯嗯、对，所以我们就会给他们去学习、流行歌曲啊，去表演啊，然后、去看很多的那种演奏会啊，让他们知道哎，音乐其实除了在这边里面，在外面的世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嗯、让他们知道。然后比如说前两年的我们的演奏会，我们邀请了 Koji、嗯、大家 都应该认识吧，就是马来西亚最有名的那个 beatboxer Koji， 我邀请他来我的音乐学院、嗯、就是让我的学生去见识一下哎，你看音乐除了用乐器之外呢，其实用你的嘴巴都可以发出声音来的。哇、wow、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学生就是不要一直在这个圈圈里面、嗯、就是你一定要一直 explore 多方面的发展，对，多方面发展、嗯、一定要去外面看很多的世界这样子。然后今年我们的演奏会呢，我也是有邀请了很多那种、虽然、就是 talent 的那种、嗯、比如说拉丁舞啊、嗯、口琴啊，然后就是让我们的学生来看一下，除了你们学那个乐器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东西你们可以就是去尝试的，对、嗯、然后还有我的学生就是有几个他本身是很喜欢跳舞的，然后除了我要他去拉小提琴，我还就是提拔他，让他就是可以在、就是 show 出他自己的 talent 出来。所以我们的 concept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不希望就是你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罢了、嗯、就是你额外的 talent 虽然不是跟我们学院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还是会一直提拔你，我们希望我们的音乐学院这个平台可以一直提拔新人，一直提拔新星出来、嗯、所以我们这一年的这个 concept 叫做 A Star is Born， 因为我们要一直、栽培不同的新星出来。是是，对，因为他们还小，他们都不懂这样子去把自己的 talent show 出来嘛，就是在学校、嗯、在外面可能就比较少那个机会，所以我们就是必须通过我们这个广道来帮助他们来发扬光大啦。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到了一阵子就是你要、退下来，就是让后面的人再起来了，造就更加多的人才。 对， 对，如果你一直霸住那个舞台的话，没有人要起来的话，那我也是死啊。就是以后看 entertainment 都是四五岁的昂弟昂哥在那边蹦扎扎蹦扎扎，还是有市场的，那时候可以去百老汇。对，那我其实我也是有曾经为了音乐疯狂，我为了一首歌、哦嗯、是一首歌、嗯、我去学钢琴。对，但是我也是像刚才老师讲的，我学了三个月我还学不到那一首，我只要弹那一首歌、okay. 那一首音乐，但是那个老师就说你一定要从古典音乐开始慢慢学，学到你会弹那一首歌为止。我说你就教我那一首，我就哪怕我就真的只会那一首，我上台我也可以那一首而已，就是那一首。就是没有，所以我学了，我学到我还记得我是学到 Grade Three 啊，我就、不学了。对对，我是明白。对、嗯、那是所以我们的学院其实也是有 short term course、嗯、就是跟你讲三个月、对对，我们是专门教你那一首歌。对，我就是要学那一首歌，所以可能我会去找你。所以这个、就是、只学那一首歌。这个就是生意的那种、思想思考。是，因为有时你要跟 trend 真的是 不能够说古典音乐你一定要从 ABCDE 开始的，你只是从 ACDZ 再回来 BC 都是可以的，因为音乐就是没有约束感的、就是没有 rules and regulation 的。是，我就很怕做笔记那个蝌蚪， 我不知道它应该画在哪里。是是是，所以这是很可惜，就是很可惜、就是老师有时一些教导的那种方面、对，就是你需要去
换一换，就比如说我去教感化院的青少年，他们就是因为读书方面就比较差一点，你不可能再用我们 theory 的方式教他的，他会告诉我原来music 不得不得不散啊，这样子就惨了，你没有 inspire 他，反而你让他更加没有希望。所以那教导方式就是我们要稍微 change 一 change，你要看那个学生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就从那边帮他。那我有一个需求就是我还是要学那首 yeah、啊、How you know？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以前我学小提琴的时候，我是很喜欢那首歌。我就是要学那一首歌 Canon and Canon， 对、就是应该有100个人，应该99个人都是喜欢 Canon 的吧。好，对对对，我就要学那一首音乐。但是我们学音乐的人我们就很讨厌 Canon 啊。 Why？因为太多人，我们每次去婚礼都是一定要点 Canon 这首歌的。哦，对，是吗？因为是世界名曲啊。对，就是因为是名曲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点那一首歌，所以我每次都是要去拉那一首歌，所以就觉得很 boring、哦、对，没关系，但是它是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我就是只要弹那一首歌。但是可以透露给大家知道的话，就是我们今年的演奏会呢，我们的开幕的曲目就是 Canon。 什么时候？就是这个礼拜，这个星期天。对，这个星期天就是五点，在八声的班 A Auditorium。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五点，在八声的啊班 A 学校，班 A 小学对的 Auditorium。 来，要买票都尽情的非常欢迎啊，我们买十张送两张。十张送两张啊，赶快联系 Jessica Lu。 是是，对，这个演奏会是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啦，因为都是我们的学生，他们就是过去那一年那么辛苦的去学习，Now it's time to show off， 就是让你们去上台去、哇，尽情的去发挥。所以我们都会去安排很多的那种的 equipment 啊 sound system， 我们都会做到最好啊，但是希望可以那时可以让我们的学生真的是可以闪亮起来。是我看到我的学生都很勤力啊，我相信现在我的学院应该还有人在练习啦，就是他们一直在练一练。太棒了。对对对，那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跟音乐也有故事可说，你可以 PM 我们你跟音乐的故事，音乐如何治疗了你，或者是音乐如何帮助到你在你的生命中。是是是，欢迎你留言给 Women TV， 让我们知道一下。对对对，应该会有很多吧，应该很多，应该很多，因为音乐真的太神奇了，太神奇一个东西了。对， Music is life、音乐是是重要。你不会不用紧，但是它在你的生命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 part 来的。是真的，你喜欢音乐不代表说你一定要会唱歌还是 会玩乐器，你会听，你在听音乐，你也是在欣赏这音乐。都是可以的，没有说你要欣赏音乐就代表你一定要会去唱歌或者是去学一个乐器，都没有这件事情了。对，所以你看我们在 shopping mall 啊，在任何一个时候，就我们上厕所 hotel 里面都是会在播放音乐。对，然后我们到处都有。是还记得我是上日本的时候，去日本的时候，就是连我们在厕所，我们正在做工的时候，都是有音乐在播放的。这是很奇妙，是因为能力，音乐的那个 power 是太 strong 了。是是是，就不要想得太过表面了。好、那我们的节目也到差不多的时间，那我们希望 Jessica Lu 可以继续用音乐影响更加多的生命。是是，那在结束之前呢，我有一个很隆重的事情要做的。好，就要把这个感谢状，我为了表达我们 Women TV 对 Jessica Lu 今天的感谢，她上我们的节目，谢谢，我非常诚意的颁发一个感谢状。谢谢。所以大家记得收看 Women TV， 谢谢，下期再见，拜拜，爱你。性声带，寻找一把爱的声音。12月28日，八声福建会馆隆重引爆。四大重量级评审阵容隆重登场，流行音乐教育家黄俊玮，马来西亚实力拜次冠军歌后谭威文，悦耳动听好声音 Seven 刘嘉义，声势强大无人能敌 Wendy 胡桂仪，实力派表演嘉宾吴一磊，来自全马16位实力参赛选手，一同用声音的力量为 Cheria 孤儿残障中心募捐，让他们渡过难关。当天免费入场，
开放给大家投票决定新生代的诞生，我们不见不散。让爱传承，幸福下一代。